你今天有课吗？早啊，我有，你也去上课吗？我去上汉语课，你呢？我也是，一起走吧。好的，走。老师让同学们介绍自己去过的地方。北京，我去了故宫，吃了烤鸭。故宫是古代皇帝生活的地方，里面有很多珍宝，我逛了一天都没逛完。故宫实在太大了，那你一定很累吧？累死我了。你呢？你去哪玩了？我去的是四川，然后我看到了大熊猫，还吃了当地的火锅。之后和朋友去了九寨沟，然后那个五彩池特别漂亮，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了。哇，我也好想去。有空一起去。好呀，好呀。这是什么菜呀？鱼香肉丝，鱼香肉丝？怎么没有鱼？鱼香肉丝就是没有鱼。鱼香是一种传统的川味的味道，其实它是拿做鱼的方法来做肉的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我可以尝一下吗？可以呀。真好吃，下次我也要来一份儿。一定要尝一尝，喝。哎，你在找书吗？是啊，我在找莫言的《红高粱》，但是怎么也找不到。这本书我看过，我可以帮你找一下。谢谢。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呀？我觉得很好看，我看过，而且《红高粱》还拍成了电影，特别好看。是吗？我只知道他的作品获了诺奖，但是不知道还拍成了电影。他的好多作品都拍成了电影，你可以百度一下。好的，有时间我一定去看。